好，主播，高雄古山区呢有一辆白色轿车是停在这个路边哦，遭到一名男子疑似拦车堵在车头，就大骂三字经。一旁有这个民众呢是录下了整个过程，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状况。干你们啦！这个车，我上出来上，我上，你想想我家里够力啊！可以看到这名男子几乎是用全身的力气在飙骂，声音非常的大声，也引发了民众围观，而车上的驾驶呢都没有下车，直到最后警方来，男子的态度突然大转变。那双方是不是有行车纠纷，警方还要厘清，但是呢在街头怒吼，男子情绪大失控，让人看傻眼。以上目前最新，先把镜头交棚内。